重大消息，重大消息！为了全班同学这个暑假不被作业所困扰，我小迷冒着天大的风险绑架了各科老师。来来来，让我们去看看班主任语文老师现在还好吗？好你个臭小迷，我教给你的知识都打水漂了吗？居然敢把我给关起来，我看你是又想被叫家长了吧。语文老师，你觉得现在你还有机会见到我的家长吗？可恶，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当班主任谁还没有两把刷子，看我直接把你这破牢房毁得渣都不剩。八十不是吧，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？嘿嘿，班主任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这监狱可是我花重金打造的，墙身用的是迷你最坚硬的方块基岩，墙面更是用了千年玄铁全方位包裹，别说沙包大的拳头了，就算是陨石来了都不带怕的。哼，如果你还是执意鸡蛋碰石头不思悔改，小心我奖励你暑假作业超级加倍。切，我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小伙伴们，一个点赞关语文老师一年，关多久你们来决定。不好意思语文老师，由于点赞人数过多，我宣布你被判无期徒刑了。水魔，我以后再也不布置作业了。英语老师，臭小迷，我劝你还是主动放我出去吧，要不然等我打电话摇人过来，那就可不好收场了。切，随便你怎么打，打得通算我输。哼，你可不要后悔。怪我没给怪你机会啊。可恶，为什么打不通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其实我早就在这里装了信号屏蔽器，方圆10公里那可是一丁点信号都没有。可恶，看来我得来点硬家伙才行啊。看我用火箭筒好好的给你上一课。滚，开跑不是吧，这种程度的破坏力都拿他没办法吗？英语老师，我看你还是别做无用功了，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我再来吧。溜了。数学老师，哼，臭小迷，你个249+1的搅屎棍，现在胆子这么肥了吗？我去，数学老师骂人都是拐弯抹角的吗？知道我不好惹还不赶紧把我给放了。切，我可不是吓大的，不过只要你这个暑假不布置作业，我不仅会放了你，还会大鱼大肉的招待你。哼，不可能，这辈子你想都别想。哎呦呵，嘴还挺硬，那你就在这里好好的面壁思过吧，我先去玩游戏 happy 去了。哼，今天我就让你这个小毛孩明白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。不就是越狱吗？只要我吃上缩小年糕，来到监狱的缝隙处，一直按着前进键，然后再使用牛奶消除变小 buff， 这样不就轻松卡出来了？臭小迷，你个小兔崽子，就等着我给你准备的1000张试卷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嘿嘿，游戏时间结束，也该去看看我亲爱的数学老师了。哎，老实人呢，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被动过的痕迹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老师是怎么逃出去的吗？赶快告诉我线索，我可不想回家吃皮带炒肉啊。